死亡。哎呦，文文和永红哥他们都过来了，哎呀，厉害了。还有一条石斑鱼，还有一只土鸡。哇，在家里面抓个鸡来了，文仔。这个他养的鸡，直接在家里面抓来了。在贵宾家来不？在贵宾家来啊。文仔，你抓了个公鸡还是母鸡来的？啊，你行李都拿来了，公鸡。来，拿上这个行李。这书包不是你的。我知道啊，他来我们这里住的嘞。那两顶帽子下来，两顶帽子是不是？这个没有那个。哇，还有爱心草莓，哦，还有两个哈密瓜，海南哈密瓜呀。咬一口，给咬一口啊！哦，那我被冻在家，爸爸，爸爸，我都冻在冻在家。嗯，爸爸，冻在家。好了，嗯、给我吃一口，弟弟。哦，这草莓厉害哦！是啊，好大一颗，我也要尝一个。这是尖顶来了不？这个，对它这个，哇！在哪里摘的？这么漂亮！在店里买的。这个是永红哥送给文文的一个爱心草莓，有没有感觉到它像一个心字一样？像哦。光哥，你有没有送过这个给我？哎呦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光哥从来没有送过这个给我。借花献火，文文帮我拿个线给他。阿婆婆婆，哎呦，好久不见我们弟弟了，有点想念弟弟。Hello， 牛哥又生气了，牛哥怎么了哈？怎么啦？啊？过来过来过来，我大家个茶。里面应该有。来，老一文，慢慢来，让你按钮啊。弟弟，来，我们回去。不回，就不回。那两个都不愿意回去，奶奶。不回。几个跟我回去？我回去，我给买车车。我要买奥特曼。我要买车车。我有的。我要有棒棒糖。还有，还有我了。有啊，我要有奥特曼，我要买车车。谁去？弟弟去了，弟弟。我不是。换一个，那你换一个，现在吧。换过一个，快点，我去拿衣服。拿衣服啊！那外婆哪里看得了那么多两个小孩？要一个跟回去。我要到上。哎，那哥哥回去了哇，弟弟不愿意回去哇。是啊。啊，要吧。